大家好，我是广州特域机电有限公司马工，现在由我为大家演示首次使用 CW-6100 冷水机的安装操作。第一，打开包装，检查机器是否完好，附件是否齐全。由于条件限制，机器检查完毕，附件齐全。第二步，拧开注水口，加入冷却水，第三步，根据设备使用情况连接水管，出水口，入水口。第四步，插上电源线，然后打开电源开关，最后检查水位是否正常。